森林系女孩难为，忙进忙出太操劳。我一直想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森林系女孩，就是植栽的东西，但一放上去之后，它没有活，而且还反而长了蚊子。那我以前也活不了，后来我真的是去研究，所以我每天早上跟睡前都在搬植物啊。但它们都可以活得很好，对。但你活得很辛苦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俗女家务事。